白话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在白话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开启我们芸芸众生的佛性，修改我们的命运。请收看卢台长的白话佛法。好，我们各位的佛友大家好，今天呢，师父继续跟大家讲白话佛法。白话佛法让我们明心见性，让我们能够理解深奥的佛法，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今天呢，师父继续要跟大家讲，怎么样用佛法在你的生活当中能够得到自己的心理的烦恼的解脱啊。佛法的佛言佛语，有些话它是非常的啊具有哲学和哲理啊。佛陀啊，佛法人生经常说了，心念决定你的言行，就是你心中的念头会决定着你的语言和你的行为。所以一个人的语言讲出来，一定是你心里想过的啊。一个人的行为做出来，一定是你想过的。你有这个意念了，你才会有这个语言和行为出来。所以一个人未来想拥有怎么样的人生，取决于你现在的起心动念。如果你现在的念头好的啊，那么你人生就转危为安。如果你现在的念头经常是嗔恨、愚痴啊，或者啊嫉妒啊，或者烦恼，那么你今后的念头就指导的你的语言和行为，让你变得更加的愚痴和烦恼。所以很多人一生烦恼很可怜，就是因为他的起心动念的不正，让他的今后行为受阻碍，语言出来要出言不逊。所以一个人要活出自我，也就是说你活着的人要离开自我，不要整天一开口就是我啊，这个是我的，那个是我的，我受痛苦了，我烦恼了，凭什么我来受苦等等。你如果能够离开我相，你自然就不会去和别人攀比，因为没有我了，你跟别人比什么？你就不会在意别人的对你的评价，因为你没有我相了，对不对？就是太在意了啊！他在我面前这么讲啊，他这不是有意讲我吗？你这个我自在，你就会在意别人对你的啊一些啊讲法。明明这个人根本不是讲你，你会拉到你身边来。你不讲我讲谁呀？啊，这是人啊，离不开我相。如果你能离开我了之后啊，你慢慢的会变得乐观，人也会变得坦荡啊，你的生命就会变得单纯。我问你们啊，小的时候一个小朋友纯洁吧，单纯吧，他没有我相，什么事情他都无所谓，所以他活得很自在啊。其实想穿了，我们每一个人的每一天晚上可能都是对我们的一个人生的考验，可能都是一次死亡。从早上一个黎明就是一次重生。所以过去有很多人经常在早上醒过来，第一句话就是感谢菩萨，我还活着。
谢谢菩萨的慈悲啊，不要再去为每一天啊这个欢喜的和悲伤的这个人生啊再去纠结自己的内心啊。所以真正的人要懂得啊人生最好的回报啊就是能够啊放下烦恼，解脱痛苦，不要让自己束缚在欲望当中。所以很多人因为我还要这个我还要那个，永远的在欲望当中。还有的人师父说他你不要这样，你欲望太强，他说我不是欲望，这是我的理想。实际上理想和欲望不能混为一谈的，欲望是无尽头的，是对物质的那些拥有，那叫欲望。理想是什么？是你对精神上的一种充裕啊，精神上我想得到一些满足，那应该说是一种理想啊。所以当你在人间占有的东西越多啊，你慢慢的就会被这些所拥有的财啊、物啊、名啊、利啊所束缚，因为你再多它也会离你而去，名守不住，财物守不住，一切都会离去。你把这些名利攥得再紧，到最后还是两手空空啊，都是两手空空。所以我们要学会选择啊，选择什么呢？填补心灵空虚啊。选择填补心灵空虚的意思就是不要错过任何啊对心灵改变的机会。怎么样来改变你的心灵？把我字变成大家啊，把自己的小我变成一个大我。你比方说你说我吃亏了，你就说我们大家吃亏了，对不对啊？啊，我赚便宜了，应该说大家赚便宜了。那你就把我相慢慢的消除掉，你心灵就不会空虚，不是为自己活着。因为为自己活着的人啊，就天天斤斤计较。所以我们说莫记人生小账啊，一个人一生有多少小小的账啊，左一笔右一笔的啊，要学会啊放弃啊，学会放弃，放弃啊诱惑啊，放弃诱惑的人会拥有新的机遇。抓住诱惑不放，你慢慢的会负重必至，步履艰难啊。负重就是你不肯放下，背在身上时间长了，你就会走路都会觉得很艰难啊。所以我们做人无事心不空，有事心不乱，大事心不畏，小事心不慢。跟大家解释一下啊，没有事情但是心中要念经啊，要想着众生啊，你就不会觉得颓废，不会觉得没劲没意思。有事心不乱，不管碰到什么事情了，心不要乱，慢慢的一件一件做，一件一件把它做好。大事心不畏，做大的事情的时候心不要畏惧，不要害怕，因为大事也要做，小事也要做，大事也能把它做好，小事
心不要轻慢它，也要把它做好，叫小事心不慢。所以想通的人，人生悲欢离合呀，甜酸苦辣，都是在于你心的开始。酸也是你的心酸的，苦也是辛苦啊，甜也是我心甜呐，辣也是我心里觉得辣辣的。甜酸苦辣都是你的心造成的啊，所以心态要好，有什么过不去的大坎儿？人生走到今天呢，生在这个红尘之中啊，你只要以善为本就可以了嘛，啊，有所为，有所不为。我去做了，我好像又没去做过；做了就做了，啊，没做就没做，做了又像没做一样，没做又像做了一样，心无挂碍，啊，你心自然就趋于平和宁静，就如开放的莲花一样，自然从容，它不为谁开，也不为谁落呀。所以学佛的人，想得开的人，他一切随缘，该我的就是我的，不该我的就不是我的，该拥有的就是你的，不该拥有的会给你带来灾祸啊！所以人生的道路并不是只有一条，很多人的绝望就是因为这条路他觉得没路可走了，他才选择了绝境。所以我们人生学佛人必须远离悲苦啊！这些悲苦都是给我们的一种考验，有的时候很快过去了，有的时候过去的比较慢，但是一切都会过去啊。有的时候平坦的路都是比较的拥挤啊，学佛的路啊，有很多的法门，大家在挤在一起。要想一想，我们不管碰到什么事情，选择好自己的路，走自己的路啊，因为只要心有勇，行之力啊，就是心里要有勇敢，行为要有力量啊，这个思维要拥有啊，这个智慧，永远啊，这个矢志不移，你一定能成功。所以很多人没有缘分，会错失很多的事情啊，这是人生的常态。没有缘分嘛，就没缘分了，错失了嘛，也没有办法。不要有太多的悔恨和痛苦啊！当我们走了很远的时候，再回头望望，那些过去的人与事情早已消失在你的记忆当中。所以真正的人生是在你真正不懂的时候，它是很美好的。当你一旦懂事了，进入了人我是非当中，你的生活变得非常的烦恼和忧伤，因为你感受到的不是那种纯洁，而是那种啊人间的红尘中的尔虞我诈。所以希望大家要改变命运，不是靠机遇，靠你的心态。心态好的人，万事都能变得好；心态不好的人，什么事情就算一件好事，你也会得不到一颗安宁的心灵。也希望大家一定要懂这些道理啊！过去我们人生讲三十而立啊，三十而立。哦，一个人三十岁了，你应该自己能够独立了，立什么？学佛人应该立什么？
过去讲立身啊，立业啊，立家呀，我们应该立志好好的离苦得乐，学佛学法啊。人家说四十不惑，不惑之年，大家知道什么叫不惑吗？不迷惑了，明白了。那你明白了什么？一般的人明白了社会啦，明白了自己啦，明白了人跟人这么复杂啦。而我们学佛的人四十不惑，应该不迷惑，被人间的欲望所缠绕，大胆的走出烦恼，不贪不嗔不恨啊。过去讲五十知天命，你知道了什么叫天命吗？啊，实际上用现代话讲，我知道了人生啊，命运轨迹啊，就是生孩子啊，结婚啊，找工作呀，赚钱呢，给自己人生定个位啊。哎呀，我这个事情做错了，哎呀，我那个事情做错了，你知什么天命？你应该知道五十了，赶快修行了，赶快帮助别人了，因为留给你帮助别人的时间不多，留给自己改变自己心态的时间也不多，留给你忏悔念礼佛大忏悔文的时间都不多了，这才叫五十知天命啊。过去讲六十耳顺啊，看透了，看透人生生命啊，名利啊带不走的啊，生命很短暂，我想通了，我六十了，坐也坐不动了，我也不会再为那些钱去痛苦去煎熬了。你明白了什么？你六十了，你应该知道可能要换一个景点去旅游了，赶紧要让自己找好下一个旅游点，那么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啊，或者就是我们回到观世音菩萨母亲的身边。那么怎么样应该怎么做呢？就是应该念经啊，许愿啊，放生啊，多做功德帮助别人啊，众善奉行啊，诸恶莫作啊。如果你们今天还在作恶，你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好人呢？要放下自己啊。七十，过去说人到七十古来稀啊，因为过去的人活得并不像现在人啊这么长的，有的热的地方人活得很短。那么七十从心所欲，怎么样去做呢？啊，顺其自然，随遇而安。啊，实际上学佛人到了七十了，就应该知道好好的修身养性，好好的念经，好好的理解佛法。啊，但是我们很多人啊，一生还在追求。到了七十了还在追求一些名啊利啊，那么你只能在红尘路上啊更显得孤独，因为你所走的路，人生的路，有的是通向渡口没有船，有的是通向荒漠没有骆驼。我们人生走到哪一站算哪一站，没有目标，你就会失去了你的前进的方向。所以人为什么苦？因为人跟人的心里的距离在越拉越开，因为不能够想同一个事情，不能够与日月同眠，不懂得怎么样能够珍惜彼此之间的缘分啊，所以人就会形成不能让自己一生得到圆满的啊这个结果。所以佛说了，生出来很苦，老了想吃什么东西吃不动了很苦，走路想去玩了玩不动了苦，病了最苦，
死了更苦。还有爱别离，喜欢的人你离开他了，你这种苦啊。还有怨长久，就是怨气啊，不愿意看见的人啊，你天天得看到他，你又很讨厌他。还有求不得苦啊，天天想把这个事情求到身边，求不得也是很苦。还有放不下苦啊，天天挂在心中放不下，很痛苦啊，很痛苦。所以佛说命由己造，相由心生。你的命是你自己造成的啊，你的相也是你自己造成的。你天天动心，你的相就在动；你动善心，你的善相出来；你动恶心，你的恶相出来。所以很多人说你这个是坏人，你就会恶行恶状啊。所以只有你学佛的人要懂得万物皆不动，心不变，万物才会不变。你对人家还是这么好，别人还是对你这么好。坐一禅，行一禅，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什么意思啊？坐在那里也有智慧，站起来做事情也有智慧，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是你的禅定，都是你心中有这个世界，有这个道场。你每一件事情做一件事情，你就像佛一样的在做，就是一叶一如来。有一个诗人讲，春来花自青，秋至叶飘零。什么意思啊？春天来了，花自然就青，很漂亮。秋天到了，叶就飘散了，叶子，花的叶就飘零了。所以无穷般若心自在。叶子、树叶，春天都会变，秋天都会变。而我们无穷的智慧，你的心，智慧的心永远是自在的，永远是这样的，不会变的啊！所以希望大家语默动静体自然，语言要默，就是少一点啊，默就是行为要安静，你的整个的身体，整个的人生就会自然啊！不要看见一件事情就心动。不要看见一件事情就来不及的怎么样做，你就慢慢的被人家发现，你这个人坐不定站不住，就是静不下来。其实人生啊，日复一日啊，我们放下了很多呀，有的不想放的也放下了啊。所以师父跟你们说白话佛法啊，这个你一生千方百计呀，想得到的很多东西，你精打细算最后失去了。你一生当中求不得，你拼命的烦恼想去把它得到，最后失去了。你一生当中斤斤计较，你没有得到任何，你只是结冤结的越来越多。你贪这个要这个，什么都要，你的贪心不灭，你造了多少的孽啊。你把别人手上的东西拿过来，把自己喜欢的东西藏起来，你慢慢的你在人生觉得享受了很多，但是临终的时候你又能带走多少。